8号，周深出现在上海机场，历时半年一直在外流浪的周深终于回家了。半年了，你说起了密密麻麻的行程表，3档常驻综艺，10多个精彩舞台，发行了17首新歌，开了场1.4亿人观看的演唱会。你是个超人，你就是那个武艺高强、无所不能的哪吒呀！真想给周深颁个劳动奖章呀！周深舞台接连不断，电影百花奖颁奖礼现场洪湖水浪打浪，央视七夕晚会演唱如愿，两次大型舞台的表演都给周深增加了知名度和一致好评，可见其影响力越来越强大。接下来8月13号的央视夏日歌会，紧接着参加2022微博电影之夜，可见周深是如此的忙碌。他喜欢这样子的自己，他就是当人们还沉浸在他的上一个作品中，他的又一个惊喜正向我们走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与我共赴2022夏日歌会，等你。现场飙高音和告诉我保护嗓子秘诀之间，你选一个。那作为成年人，那就都选吧。现在就飙。对啊，飙高音是。保护嗓子的秘诀就是不要硬唱高音。谢谢。是青春非常重要的一个字，敢于去创造，敢于去想，敢于去挑战。周深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，从默默无闻到今天的光彩夺目，靠的是他坚强的信念和努力拼搏。周深就是对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，这句话最好的诠释。他脚踏实地，初心不改地朝着梦想奋进着，有梦想不放弃，有信念懂坚持，纯善至真懂进退，坚韧执着，脚踏实地，不忘初心，不改本性。那个有着音乐最初模样声音的周深，那个曾自卑自我怀疑能不能唱出自己的未来的男孩，那个始终热爱且坚持认真唱歌的歌者，那个珍惜每一个或大或小舞台的少年，终于走过一路泥泞红了。不停吹，如果清醒是种罪，就把誓言带走，换承诺不悔。如果你就是一切，如果我就是绝对，如果清醒是种罪，就让爱去蔓延，成全每个夜。曾说他们都说我唱得好，但他们都不选我，简单的一句话却有着多少的无奈、心酸和刺痛。如今的周深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专注、豁达、坚定、自信和纯善，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无限可能。也许我们拼命努力过，现在却在怀疑自己，也许我们踏着荆棘挥洒汗水，却终究要放弃，而周深让我们相信了梦想的执着、热爱的努力和脚踏实地的坚持，他让
偶像这个词重新回归了应有的意义，所以他的超话下面有录取通知书、成绩单、 offer。 如今的周深认真对待每一首歌，仔细打磨一字一词一句甚至一个语气，在自己天籁之音中注入真实情感和灵魂，然后专注于演绎和表达，所以他的歌声总能给人一种水乳交融的意境，哪怕是设备有问题的现场 live 也能让人极易共情和感动，那是他对音乐、舞台和观众的尊重。强大且不断增加的实力和唱功，美好的品行和人格魅力，早已注定了周深的音乐之路肯定会越来越宽阔，越来越红。最后再次提醒一下，央视夏日歌会有周深，微博电影之夜有周深，全新填词的甜梗五月风记得不要错过哟，期待他在央视夏日歌会和电影之夜的出色表现。但我就唯一的担心，因为他们的表现也很精彩，会不会你在前面唱歌的时候分心啊？我也担心这个，因为所以我在唱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去分心注意他们，因为我也想把我自己的这一部分完成好，我们一起完成好这个节目。但是就是我用余光就看见，他们又飞天，然后又是飞得很高，对，而且又是古今的一个对望，就感觉特别感人。没错，其实说实话，最开始那个天上那个航天员那个角色是留给你的，啊、真的吗？那谁唱歌呢？如果我去飞的话，那你的音应该飙得更高了，应该飙不出来，太高了。但真的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而且后面尤其是有一个，应该是无人机。对对对，天上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图像出现啊。对 对，所以就很难想象，如果在演播室像这样的表演是很难完成的。应该是几乎不可能完成，因为那个无人机他们拼造的一个那个形象在室内是不可能完成的。昨天晚上还是我有看到那个图，好厉害，我有拍下照片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一开始是放了一个风筝拉过来，所以我就是无意间我看见有个风筝飞过来，本来没有安排就是说要去看风筝，忍不住边唱哇所以我说你的彩排时间怎么那么长，对，就一直在溜号了欣赏那个特别棒的舞美，因为真的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无论他所有的舞美是一个古今，就从古到今大家像对天空的一个向往，包括我唱的这样的感觉也是一个有一个这样时空的一个对话的感觉，而且我自己唱完之后我都觉得很感动，因为七夕节这个节日本身就是很浪漫，对对对，所以他表演就应该把这种浪漫的感觉营造出来。七夕节他表达的就是一个祝福和爱意，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爱把它延伸的更广了，我觉得自己唱完之后反正我是觉得很感动，特别特别想现在就回家看电视看这个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这个夏天 IPSA 全新四季限定版流金水和大家见面了，那就是晴空瓶和碧波瓶两款限定包装，邀你感受夏日晴空碧波的清爽氛围，打造水润透白的好肌肤。同样也是这个夏天，流金水迎来了20周岁的生日，从诞生之日起，流金水一路陪伴肌肤安稳走过四季，衷心祝愿 IPSA 流金水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